这里是谭辉，谭辉，谭辉啊！我们湛江的，感谢我三哥，感谢为你精彩，感谢，哎呀，人祝福，感谢小廖，感谢错嘛，奔腾，感谢吴家人。感谢谎言，感谢开心哥。乜嘢啊？冇影啊？冇腰啊？乜嘢冇腰啊？乜有钱啊？我唔系讲有钱个，我准备来嗰度坐坐啫。我嚟咧，嚟，冇嘈，快去聊，阿姨快去聊啊，快去聊，快去聊。咦，呢顶帽仔咁特别个，呢龙眼热咩？多谢开心哥，阿叔啊，坐过啲俾我坐坐啦。系啦系啦，我又坐坐先啦，凉爽。嗯，之后甩咗未？喂，你走，你又走去边度咯？拍背后冇关事。乜嘢？我知道你有的，剛才你給我的，是我認到你啊。他做什麼啊？他買衣服啊，他買你啊，他有些費啊，費業啊，費啊，比我們正常的兒子，是嗎？是啊，這樣的嗎？是啊，比我們正常一點不？那跟家要追上去嗎？要不要追啊，老太嗎？要不要追啊？要追嗎？来，给猪肉给我担住吧。等一下，小崔担的那个肩头辣辣的。痛啊！试试吧。来，兄弟们，在我醉的情况下，站站帮我点到十万去嘛，兄弟呀、啊！你没点到十万的站站，我都没有动力了，走得好慢哦。他又没有他走得快不？帮我买点帽子，但是听隔壁的就说他比我们聪明一点点的不？他比我们聪明一点点的不？我也要你们帮我点赞赞啊，帮我点赞赞呗。阿叔啊，哎呀，没拿到，这个猪肉七七的，这个猪肉不好拿。冇有钱，冇有钱个，冇有钱个，冇有钱，一毫子都冇要，一毫子都冇要，要啦要啦，要啦，要，冇要冇得个，冇要钱个，冇要冇得个，冇要冇得个，快攞到，快攞到，冇要冇得个，我同你买顶帽俾你，我买顶帽俾你，冇买。做咩嘢冇买？我咪有钱攞。我有钱，我有钱。你有钱有你有你咯。我帮你买。我冇要跟啲。我帮你买啊。冇身就病，我买。得咋搞啊？他进来抄书了不？算了算了，我们他不要买的话就算了吧，好吧。我看一下隔壁的人，和他说一下能不能说。买顶帽给你好吗？
算了吧，老铁们，算了。他本来就比我们聪明一点点，等一下搞到他会不会发脾气的那种，对吗，老铁们？是的，是的，还差一点点，沾沾到十万，用你们的发财小手机去搂一搂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他有些人的话，你去，搞他，如果正常的话就没事。他本来就比我们聪明一点的话，等一下搞到他反感，就不躲了，是吧？老铁们，对，不要勉强了。你讲乜嘢啊，婆？我本身讲同阿婆倾下偈，讲佢上厕所屙尿，冇想跟入去吧？吓，兄弟，冇想跟入去吧？我们继续寻找下一位有缘人，老铁们，沾沾继续搂一搂，沾沾继续搂一搂。昨天在平南见到是吧？谢谢你见到啊，有条件的亮个灯牌啊。谁在叫？谁在哪里叫我？哪里叫我？你哪里叫我啊？小朋友叫的啊。小孩子啊，小孩子暂时还没福利。等伟仔哥有条件先好吗？小孩子也要福利的话，那。我买这个就要不要钱的，人家给的，不要钱应该拿一份给他说，你们说要应不应该啊？他说我买这个就要不要钱，他说不要钱应该拿一份给他，你们说应不应该嘛？谢谢丈母娘，感谢丈母娘。哎。这几天的会都是这样不？一到这个点，那个老人家就少了一点了不？哎，这个婆仔是卖啥的？啊？这个婆仔是卖啥的？她是两公婆来的。哦。乜嘢啊？你卖瓜噶？卖菜啊！呢啲菜啊？呢啲菜点卖啊？三蚊嚟。三蚊咁贵，难怪你冇买去啦。平易啲卖冇。车嚟啦啦，平易啲卖冇。平易啲啦。冇卖啊！啊？喺佢啊！平易冇卖咩？你准备翻屋企啦？你未卖晒，你翻屋企啦咩？感谢三娘哥，谢谢三娘哥。我哋佢发条。哦，呢个系你老土啊？哦，咁样嘅咩？呢啲系咪你自己种噶？自己种噶。系冇？系啊。真定假噶？佢你种定佢种啊？边个种得噶？这个要不要清完啊？你看他这个阿姨的，就你开个脚啊，做乜嘢噶？啊？种噶。种风噶？种风种成咁样噶？哦。这样子啊。
三蚊鸡咩？三蚊一斤咩？两蚊八得唔得啊？三蚊啊！咁呢啲系佢嘅，唔系佢嘅。哦，佢嘅咩？卖佢嘅。你嘅咧？你个收档啦，你个卖晒啦。翻屋企又翻屋企食饭咯。你个卖晒翻屋企食饭啦。哦，咁样咩？咁你头先你啤住呢个嘢做乜嘢啊？咁你头先你啤住啲瓜做咩啊？有噶。啊？有噶。个瓜。